我的天！超市，皇家超市，我惹你的乖乖要热，早点炒皇家超市。啊？不得了啊！河川那个安到那对面去了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你看这个酒店给淹成什么样子，大厅都已经给淹了，然后对面江的对面大概淹了有四五层，太可怕了。这个就是洪水的力量，这个是长江是吧？长江。老子那辈子做梦都没想到起，我居然可以摸到红绿灯的顶，摸到红绿灯了。嗯。现在是长江重庆的东水门大桥上面向下俯瞰，现在这个水位还在上涨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，刚才左面就是龙门号景区，你看车左边这些车刚才是有空地的啊，有干的地，现在马上就上去了啊，现在还在涨。文化馆那个地方你看嘛，涨水安起，现在就是那个情况，安得有点恼火，还没到达最高峰，最高峰的位置是19号2点钟。捡了这么多手机，哇！今天龙回这个河水干了哦，我们没有上班，在捡田螺。来见证一下水灾后的划龙器，这简直是。骑着他，跟着那个水，他乱。
管呢？哎呀，民政也打了。对，看出这个这个战绩还那样子。莫慌嘛，我晓得，慢慢来。大哥好，浪子好来了。看到没动，这样看，我慢慢穿起下去他。大哥好，浪子来了好不好？不要慌，你不要慌。那么多，我穿起下去了。那我们来喷你，你不要慌，不要慌。不慌嘛，慢慢来，让他们养。不慌，不慌。不慌，不慌，弄得到，不慌，我摔掉的。你不要忙，不要忙下水，不要忙下水，你不慌不慌。各自好是慌。拉得过来嘛，拉得过来，拉过来的时候不慌。哎，就是不慌，你不慌不慌不慌。就是你甩过来。甩过来，甩过来，抱到。抱得我腿还是，那个手要转一圈。站稳，出车了。那你名称也到。啥子啊？我都没睡着，就是你们来的时候我都不晓得，我那儿睡了整个球。我都睡了。